定有像我是你偶像的偶像。来吧，我们一起挥动双手。性格真的不怎么好的人，脾气也很怪。谢谢你对我的包容。陈丽婷就是我的奢侈品，奢侈品。我不说了，不说。在这里。也有一份特别的方式，有一种特别的方式叫进行感恩，把时间交给他。